奇特呀，感觉跟这座城市莫名的搭调呢。不管它是什么材质，反正肯定不是冰雕。说的也是，这城里其实还挺暖和的。哎，那边好像还围了很多小孩子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英宗体卫的情报官，也是贝洛伯格历史之旅的临时向导，佩拉格亚·谢尔盖伊夫娜，大家叫我佩拉就好。哦，佩拉姐姐，请个别大人不要若无其事。好，筑城者永东明碑的碑体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？怎么了？他的原话是偶尔会有演出，你把最关键的两个字给屏蔽了。可恶，我好感兴趣啊。对了，你们看那边，刚才我就想吐槽了，这个城市好怪哦，为什么要把加热器堆在屋子外面呀？正常来说，供暖用的设备不是都该装在室内才对吗？照你这么说，这群筑城者还挺天真的嘛。星河带来的灾害，小小的加热器怕是无能为力。你们对这坏掉的加热器还能聊这么久呢？哇哦，好帅气的姐姐！你好啊，我叫西露瓦，是这家机械屋的主人。有什么坏掉的设备可以找我，但我不保证有兴趣修哦。没有没有，我只是有点好奇这个加热器。加热器，好奇？这不就是个普通的地水供暖器吗？行政区里到处都是。初来乍到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听一个嘴巴不严实的铁卫说，有几位外来者跟可可利亚见了一面，就是你们吧？这可真是稀客。来来来，加热器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姐姐都跟你们好好聊聊。见的是贝洛伯格最常见的地水供暖器，别看外观不起眼，它可是人们的生命保障。外面的风雪这么厉害，要是没有靠谱的供暖手段，贝洛伯格上下早就变成一座死城了。这就跟生火做饭一个道理啊，如果房子是口烧菜的大锅，加热器就是锅外面的灶火。听他这么形容，我居然一下想不出槽点在哪。是我们这儿特产的矿石能源，地髓长在这颗星球的地表之下，由下层区的专业矿队开采。然后，小事小事，你们第一次来贝洛伯格做客，能让你们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热情就好。哦，对了，看你们也挺闲的，要不要来帮我修这台机器？就当成手工活动好了，很有趣的。很好。不错不错，手脚挺麻利啊，悟性很高，要不要考虑当我的助手？
啊，你也太经不住诱惑了吧。开个玩笑而已，别当真，我得接着忙了。你们再到别处去逛逛吧，机械屋随时欢迎你们光临。说的被裂界污染的巷子吧，居然是在离城市中心这么近的地方。要是放任不管的话，这附近的商铺和旅店用不了多久就要关门大吉了吧。退后，这是最后警告。可是我的财产证明都在里面啊，我什么都没。裂界已经侵蚀了街区，你可以向驻城者提交物资夺还申请，但非铁卫成员禁止入内。裂界侵蚀都蔓延到城市里了呀，怪不得。可不是嘛。不过老伯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，边缘通路现在很危险，我们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。要是拿不到财产证明，我跟死了有什么区别呀？你们让……哎，我现在只想躺在软软的床上昏睡过去。好像咱们每次的开拓之旅，暖和的床垫和弹弹的枕头了。晚上要不要打枕头大战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我觉得这酒店的枕头一定是鹅毛绒的。三月，当时在克里波堡。哎，停！我知道你要说啥。三月啊，你当时的话太多了。三月啊，你不该跟不信任的人透露我们的目的。哎，我知道了。但是你看呀，现在结果不是很好吗？我们得到了贵宾待遇，超豪华的酒店。不，我想说的其实不是这个。好吧好吧，那你说。当时在克里伯堡，你注意过那位大守护者吗？那当然了，跟你们冒险这么久，我的观察力被打磨的，那可不是一般的灵力。没，挺正常的一位女士啊，一开始有点难说话，只是觉得他的眼神有种穿透力，就是……我也有。被你这么一说，感觉有点吓人。可能是我太敏感了。他承诺早点休息吧，为明天的谈判养足精神。这天气啊，哎，这都第八盘了。
还有没做完的事吗？明天白天就要和守护者会面，没时间逛街了。这一天可真漫长呀，咱要好好洗个热水澡，再美美的睡一觉。好耶，早点睡吧，保存精力。能预见未来几天都会很辛苦。唉，那我回房间啦。列车熄灯了。想要什么？撑住这个濒死。